我哋翻嚟第二節，咁喺太空入邊咧，有好多呢啲嘅輻射噶嘛。咁有乜嘢可以頂得住呢輻射咧？即係生物上啊，生物有啲咩生物？我以前提過一樣叫水熊蟲嗰啲嘢啦。咁啊，話佢可以好極端啊，又真空啊，又宇宙輻射喺度可以生存到啦。咁甚至乎最近我哋揾到嗰啲水熊蟲遠古的化石啊，即係原來呢樣嘢本身就形成咗好耐啊，一路就喺個演化上面就非常之適者生存，就可以即係生存到而家咁嘅樣。咁但係咧，除咗啲水熊蟲之外咧，因為我哋唔會預期呢啲嘢喺我哋好容易周圍都揾到嘅。實際上喺嗰個自然環境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咧，好多時適應到一個好極端嘅環境咧，你可以出現唔止一種生命可以能夠做得到嘅。咁更加容易嘅就係話咧，嗰啲叫微生物嘅一啲咁嘅嘢嚇。咁舉一個好得意嘅例啦。我哋而家咧其實係好積極咧，希望係揾到一啲咧可以分解塑膠嘅微生物嘅。咁因為咧，如果我哋揾到呢啲分解塑膠微生物咧，將無論我哋俾一嚿幾硬嘅膠，幾話好似搞到唔知幾耐都分解唔到嘅膠咧，你俾呢啲微生物去自己咬下咬下咧，佢就會同你融翻噶啦。啊，咁問題就係呢啲微生物佢係嗰個你點樣可以能夠大量培植佢，同埋你可唔可以揾到個適當嘅條件俾佢？因為你始終一嚿咁大嚿嘅塑膠，你揾一陣微生物去食咧，都需要時間嘅。咁你就好多時啲研究而家咧，就係話培養呢啲可以分解微生物的即係分解塑膠嘅微生物咁嘅樣嚇，其中一個方向。咁我當時就我記得仲問我啲即係其他嗰啲專家朋友，咁佢哋我話：喂，咁你去邊度揾呢啲嘢？咁佢講俾個答案，我覺得都幾即係好有智慧啊！我覺得。你想揾一啲會食到塑膠嘅微生物，你首先要揾一個好多塑膠嘅地方，係啦。因為你嗰度先會揾到個，即係尤其是你可能係喺啲堆填區嗰度入邊，有啲人掉啲膠喺度，嗰度首先就本身好多微生物喺度噶啦。會唔會咁啱有隻微生物最後係可以俾你係用到食到嚿膠嚟去繼續生存落去嗰啲咧？咁係有嘅，原來佢哋揾到嘅嚇。咁最緊要就係個環喺嗰個環境嗰度，係令到就係你要真係嗰個物競天擇嘅環境最極端，就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叫做揾到一個可以適者生存嘅微生物喺度。咁又好得意啊！即係我哋今日咧，其實就要即係呢節就要講呢個新聞咧。你發覺又唔係同塑膠有關，又唔同太空有少少關係啦嚇咁。咁就會係話咧，如果你要適應到太空嗰啲咁嘅高輻射嘅極端條件咧。我哋就係問啦，會唔會有啲微生物都可以生存到呢？原來係有嘅。咁我哋以前都討論過嘅。如果我哋講緊咧嗰個國際太空站上邊咧，都有佢啲微生物喺度，唔係講緊入即係嗰個國際太空站嘅內邊有人住嘅地方，而係當你咧太空漫步咧喺嗰個國際太空站嘅外面嘅表面度攬一攬咧。你會發覺，就算佢咧對住會俾太陽照到嘅嗰個表面嘅部分咧，都一樣有微生物喺度。咁即係其中一個好得意嘅研究就係走去嗰啲國際太空站嘅太陽能收集板嗰度咧，都揾到一啲微生物喺度。而嗰啲微生物咧就係可以咧連太陽輻射都頂得住。咁我哋發覺咧，原來咧即係世界上咧有生命體可以頑強到咧，就係連呢啲輻射都頂得住，係有喺度咯。嗯，好啊。咁如果係喺呢個即係微波爐入邊有咧，係咪嗰啲細菌喺微波爐入邊咧，係慢慢演化到成為咧，佢可以頂得住嗰個輻射咧？嗱，其實個即係具體個故仔又唔知係咪咁啦，即係好可能就係話本身嗰種咁樣嘅微生物，佢嗰個嘅抵抗輻射能力就高噶啦。咁然之後咧，其他抵抗唔住嗰啲輻射嘅嗰啲咁嘅微生物冇曬，於是乎佢就可以稱霸。甚至乎係繼續就係越嚟越強添，咁即係地球上邊啦，我哋國際太空站就唔係我哋掂到嘅嘢啦，嚇，跟住嗰啲好高輻射嘅環境咧，好多時唔係我哋掂到嘅嘢，但係我哋屋企咧，往往就係個微波爐咧，已經係我哋咧即係家用電器之中輻射最高嘅嘢嚟㗎啦。咁但係你要小心喎，呢啲我哋講緊微波爐入邊嗰啲微波輻射。同我哋講緊咧，國際太空站外邊去接受到由宇宙空間嚟嗰啲宇宙射線同埋太陽輻射咧，就都係叫輻射，但係咧個能量級差好遠嘅。宇宙輻射勁好多嘅，太陽俾出嚟嘅輻射冇遮冇擋嘅時候，亦都係非常之厲害嘅。而且佢俾出嚟嗰個輻射嗰個嘅光譜範圍好廣闊嘅，
即係無論佢係屬於啲好危險嗰啲，去到紫外線、X 光、伽馬射線、另外低頻啲可見光或者係一啲紅外線呢啲咧，就對於太陽嚟講，佢乜都俾齊。但我哋屋企家用嗰啲微波爐俾出嚟嘅輻射咧，好多時就唔係嗰種叫做電離嘅，即係一種嘅射線嚟嘅，就微波。微波算係一個頻譜入邊個能量比較低嘅嘢，但係佢能夠有效地呢啲微波就可以激發到嗰啲水分子嘅震動，就加熱咗啲水嚇。咁所以有人就話：哇，即係你微波爐附近係有啲輻射，咁你可以話係嘅。但係嗰種輻射就唔係嗰種我哋平時喺即係宇宙空間或者嗰啲核電廠隔離嗰種咁高能量輻射嚟嘅。咁但係咧，始終咧，微波爐本身都係有個輻射嘅環境去加熱啲嘢，咁就於是乎你總係會即係發現到就係話咧，有一啲嘅微生物佢咧係能夠頂得住呢啲微波爐入邊嘅輻射。而家就發覺咧就係好得意啦，有一啲即係關於微波爐入邊嘅微生物生態研究嗰度去發現咗一個好得意嘅事實啦，就係話咧，原來入邊係好都幾容易去揾到好多咧係能夠對輻射有抵抗能力嘅細菌添。咁換言之就微波爐入邊都多細菌啦，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啦。咁但係我哋個着眼點就唔係呢樣，而係話係唔係嗰個即係微波爐入邊都有一個嘅生態平衡喺度。嗱呢度就個生態有幾平衡嘅，睇下你有幾勤清潔嘅啫。其實就嚇，即係如果你成日去洗佢咧，咁殺菌咯嚇。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原來呢一個微波爐你亦都係長年唔洗嘅時候咧，咁可以預期就係咧，佢入邊應該就好容易充斥住咗呢啲咧抵抗到微波嘅一啲嘅細菌。咁所以咧，而家喺呢度咧，即都我覺得都要少少提醒大家咧，即係嗰個食物安全咧。雖然那隻菌現在暫時看到不是說有什麼對人有很即直接很強的危害，但是呢都會說了，即你任何食物處理的時候，任何的爐具啊餐具的東西你都是要即消毒的啦，所以都是說呢最安全的處理呢就是說你都定期要對那個微波爐做一些化學式的消毒的，即現在呢你用微波去叮一些東西，你可以就是說用輻射可以殺死了一些東西，OK， 或者就算你在微波爐入邊加熱啲水，由個水蒸氣度去都殺死有啲一啲嘅細菌，但係你都有你都知道有啲細菌佢可能捱到即係你純粹就係俾百幾度佢咧，佢都唔會即時死曬嘅。即係你就算揾啲即係揾啲微波爐加熱啲水，揾啲蒸氣嚟蒸佢死佢都死唔曬嘅。咁所以更加徹底嘅就係話咧，你需要用啲化學劑嚟消毒咯。咁所以就係你我哋平時見到啲消毒噴霧啊，或者甚至乎你用啲洗潔精啊、漂白水嗰啲嘢，就係一種化學式嘅消毒，就直接破壞咗佢嗰啲咁嘅細胞膜嗰啲咁嘅嘢嚇，咁成個菌佢就生存唔到咁嘅樣。咁即係所以呢度都要提醒，就係唔好以為咧，就係叮熱咗微波爐，橫掂入邊都有輻射啦，冇嘢生存到噶啦咁樣。咁唔係嘅，入邊都仲有一啲可以頂得住輻射嘅微生物去生存到，同埋有個我自己個人嘅觀察嘅就係咧，曾幾何時咧，我見過咧有隻曱甴係躝咗去我自己微波爐嗰度，結果咧我仲諗住你躝入去等我今次叮熟你先咁嘅樣啦，點知我咧撳咗去叮之後咧，佢仲可以生勾勾地去出翻嚟。我喺度諗緊，我叮得係咪唔夠耐啊？但我見佢好似非常之健康，完全冇任何即係唔舒服嘅痕跡，即係所以我都覺得即係生物咧就唔好以為即係個微波爐就叫做可以即係幫你打敗任何的污糟嘢啦嚇。嗯，嗱咁呢個即係喺嗰個輻射環境底下咧都可以生存嘅，對人類有咩啟示？嗱，我哋有先提過類似嘅嘢嘅就係。往往呢啲能夠去抵抗到嗰啲輻射嘅物質嚇，即係呢應該係呢啲咁嘅微生物啦。譬如水蟲蟲嗰啲，咁佢可能自己本身就已經係有好多嘅物質係去對呢啲咁樣嘅輻射唔係太吸收咁嘅樣。咁如果頭先講嗰個曱甴或者呢啲微波爐嗰啲曱甴入邊即係微波爐入邊啲曱甴或者微生物嚟講咧，咁因為微波爐俾出嚟嗰個微波個頻譜就好有限。咁佢咁啱自己嗰隻物料對於呢啲嘢冇反應，咁就冇所謂。即係其實又好似就係嗰啲所謂咧入得微波爐嘅嗰啲碗碟同埋保鮮紙咧，呢個道理就係佢自己嗰個物質本身就對於微波咧係透明嘅，
啲微波就純粹係周圍穿過去，就唔會有將自己嘅能量傳輸咗俾落去呢啲咁嘅物質嗰度。咁咁啱，你話呢個微生物或者啲生物自己本身佢係對於個微波冇乜反應嘅時候，就可以冇事。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其他情況就係、是、咧，譬如好似宇宙間嗰種咁嘅輻射，如果有啲喺個宇宙空間嘅微生物咧，就係佢呢種微生物往往就有一個好有效嘅基因修補能力。令到佢某一啲部分，就算俾個輻射打散咗都好啦，喺佢再傳宗接代複製嘅時候咧，佢可以適當地去填翻啱嘅答案，補得翻，就令到佢咧繼續繁衍出嚟嘅下一代咧都係正常嘅，就唔受影響嘅。咁所以呢度就睇到就係話嗰種如何抗輻射，其中一種就係話啦，我哋能唔能夠去揾到一個咧加強呢個基因修護能力嘅方法？咁所以都有人去諗嘅。人類可唔可以都去引入一啲嘅基因，而嗰啲基因係令到提醒啲基因可以更加識得修護自己嘅咧？咁你可以睇到嗰個基因工程入邊咧，其中個路向啊，就係可以點樣可以加持啲嘢，令到佢可以更加抵抗輻射咧？咁其中一個嘅即係研究嘅方向就會係咁。咁但係人嗰個結構複雜過細菌好多噶嘛？咁細菌係咪因為佢好易去進化？唔好話演化去變嘅時候咧，係令到佢可以好快去適應到一啲突變嘅環境。都可以話係，即係又咁講啦。佢亦都好容易變，亦都好容易變咗啲例子就係失敗嘅嚇。即係佢可以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做比較多嘅變化。即係相比之下係嘅。你話如果對於一啲複雜啲嘅生物，人咁嘅樣。有人都話人係會有個演化喺度嘅，咁我記得又係幾個月前我哋做過一集就係、是，世界上有一個族群就係話佢哋個潛水能力特別高嘅，有人就係話咧佢基本上已經個潛水能力特別高到個地步咧，就係、是、連佢哋啲人去生嘅下一代咧，佢個脾臟都已經係特別發達㗎啦，就令到可以更加適合一啲咧潛水潛好耐嘅呢啲咁樣嘅生活習慣，咁即係。但係你呢種咁嘅變化咧，都要講緊咧，以上千年嘅時間去慢慢去累積落嚟，或者即係可能慢啲，你都講幾百年嘅時間先累積到少少落嚟。咁但係你話對於細菌又好，或者一啲比較簡單啲昆蟲生物都好啦，佢嗰個生命周期短，即係變咗佢一個變異累積到下一代，佢即係萬一佢可以繁衍到落去嘅時候咧，嗰個變異可能性可以更加多咯。咁所以可以話即係噶，呢啲比較簡單細碎啲嘅生物咧，往往可能佢最後喺嗰個變化環境適應落嚟嘅能力會更加強添。咁但係我哋會唔會揾到一個係基因嘅層面，邊一個 DNA 邊一部分係令到我哋可以即係修補，即係嗰個輻射嘅損害？嗱，而家呢度真係暫時不得而知啦。揾到一啲嘅例子，我哋譬如喺嗰啲。即係特別能夠抗輻射嘅微生物嗰度揾到啲例子，但係呢樣嘢係佢具體嘅嗰個運作機制係點咧？嚇，暫時好多時呢啲咁嘅基因分析咧係揾係一個關聯分析嚟嘅，即係你會話哦有癌症嘅呢個病人，我就會發覺咧佢特別即係呢種基因咧就會點，跟住於是乎就係呢種基因同個癌症似乎有關聯，但係呢個基因。是怎樣作為一個原因導致一個物理物質性的結果來導致這個病症的因果關係呢，要搞清楚是 很困難的。所以你說有些生物它有一些基因去特別能夠保護，就算我找到那個關聯的基因，似乎它有了這種基因在這個位置就特別容易修補到，具體上面整個那個修護的動作是怎樣去開著了和怎樣運作的呢，這裡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係等於咪即係科幻小説就係、是、我見到呢個細菌入邊佢有呢個基因，佢可以修補嘅，我可唔可以即係將佢擺喺人嗰度咧？基本上係唔得嘅呢個諗法。係啦，你最慘你擺多咗唔得，擺少咗唔得，擺錯咗位唔得噶嘛嚇。咁所以即係嚟到呢度就呼應翻頭先啊，你一定要搞清楚成個因果關係同嗰個機制係點嘅樣，你先可以做咯。咁大家記得以前有一套即係科幻電影《變形人 Warm the Fly》嘛，佢基因做到自己嗰時候。整多隻烏蠅入去，咁變咗自己就有呢個烏蠅嘅基因喺個體內，就做咗一啲類似呢個烏蠅嘅行為。
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以今日嗰個嘅基因認識咧，唔會係咁樣嘅嚇，嗰、那個係難好多嘅，其實係啊，嚇就唔係擺個基因落烏蠅基因落咧，你會變咗只烏蠅咯嚇，唔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咁我呢集要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